这玩意儿收拾疏散的。 非得今天装，。你干脆把我这把老骨头砸吧砸吧，当柴火卖了吧！哎呀，爸，我不想做牢，不是坐牢，是送你去戒毒所。别动！今天是你弟弟大喜的日子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啊！全是我们的，哎，全是我们的。西线高速，外环靠海，地势平坦，不容易躲藏。 内线情况不一样，路边就是树林，跑几步就能上山，所以咱们应该把巡查重点放在这一段。余队，说，上次蹲守三天三夜，他们连个影都没露，您这次的情报准确吗？还有，我认为这次啊，我们应该假扮成客车司机，从这块上去。先听我说完。 从轮胎被扎得很厉害，路障应该是他们做的钉板，就是这种。从轮胎被扎到车辆完全停下来，大概要行驶30米左右，这个他们肯定测量过。所以我想啊，咱们分成两组，我带第一组，啊，装扮成货车司机迷惑他们。第二组冯海，你带领亚后。 但是呢，你别跟他太近，跟他太近，他们会怀疑。啊，哎，也别太远呢，太远他们真的把我的货车抢走了。来，哥几个，哎，好，拿着喝啊，好，来，先吃点东西。好嘞，好嘞，来来来，哎。 这个，来，你的，来兄弟，喝着。哎，哥几个，好好干啊！干完这一票，我给你们上一批新货，比你们现在用的那些烂玩意儿强1万倍，明白了没有？好，好，好。冤家上门了，你们等我枪响就开始行动。 什么破轮胎呀！早就该扔掉。阿雄，下来换胎。怎么没动静？
干你的活，沉住气。余队，部队他们怎么白白跑了？收队。怎么在这儿睡啊？哎呀，我昨天回来太晚了，怕吵醒你们。回去睡吧啊！啊！哎呦，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脖子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是这儿吗？啊！哎呀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买早点呢？是。我去吧，你歇着。不用了，小雷在呢，快进屋去看看他吧。雷雷回来了。你回来怎么不先说一声啊？我哪有时间啊？我们警校来市局办事儿，我就搭了个顺风车回来拿点东西。那能待几天呢？待不了几天，我得赶紧回去，人家车在那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快抱一个！要累死了。我周末回来再找您聊天。啊，爷爷，我走了。走。哎，你不吃饭呢？昨天又有任务了？没有，我昨儿值夜班。今儿天好，我想出去走走。行啊，一会儿吃完饭，让阿珍陪您去。我周末才有时间呢。今儿就是星期六。是吗？您瞧我这记性。阿爸，我一会儿还有任务，下次啊，下次陪您去。阿爸，您先把药吃了，完了咱们吃饭去。不饿，我不吃，你们先去吃吧。阿爸最近的脾气这么大。你问我啊？你自己说说，你多长时间没有在家陪他了？别说陪他出去散步，就是在家说说话也好的。小雷马上就要毕业了。我听他说，他们同学啊，到处都在托关系找路子，你也不替他想想办法。嗯，娘娘，想走后门这事儿谁提的？谁提重要吗？关键是你这当爸的有没有替女儿想？那不，这事儿你得说清楚，你提的还是他提的？我，女儿可什么都没说啊。这还差不多。雷雷是警校高材生，年年拿奖学金。根本用不着走后门。再说了，他敢提这事儿，我拿鞋底子抽他。你就吹牛吧你！都什么年代了，竞争多激烈啊！你出去给他找找路子。再说女儿成绩又不差，肯定能分回来的啊。这事儿啊，没得商量。雷雷凭的是真本事，他想上哪儿都能去。
我这车发动机声音不对啊，帮我看看。你呀，那破车赶紧报废得了，进个三亚公安局丢脸。哟，这嫌我车破了啊？我这车啊，老马仕途，你给我奔驰我都不换。哎，去，你快看看看去。阿伟啊，你还别说，你给我的消息真准确。昨天他们真的去西咸高速抢劫了。哎，你从哪儿听说的呀？我昨天在东乡村大排档卖槟榔，有一伙人在那吃饭，我听他们说。哦，那里边有你认识的吗？其中有一个好像叫杰哥，别人这么叫他。这个杰哥你以前见过没？剩下的人有些面熟，应该是附近村子的，精瘦，胳膊上乌黑，可能是吸毒仔。老北啊，全叔知道你有顾虑是不是？你怕他们知道是你说的报复你？别怕，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是你说的。再说了，你全叔是干什么的呀？小叔，你这摩托车得换件啊，连工带料350。这么贵？那就算你300吧。那个阿贵，你先帮他修了，钱记我账上。不又赊账啊？我说姐夫，咱不说你那破车在我这赊的账，你说你介绍来的、打白条的、打招呼的、打折的，啊，咱往少里说，一个月得3-4千吗？往多里说，我查查账本去。这行了，查账本你也不嫌麻烦，我那是赊账，不是赖账，知道不？你先给他修了。全叔，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个老伟啊。快过春节了，你拿这个办点年货，再给你妹妹买套新衣服啊！不，全叔我不能要。怎么不能要啊？你父亲去世的早，我也应该多照顾照顾你们。拿着。不行，全，拿着。全叔，他们里面有一个我见过，普吉山普老大，可后来他就走了。说他弟弟结婚。你说普吉山呢？普吉山，你队长来看你啊。吉山呐，我是你全叔。吉山，脱毒是个痛苦的过程。你要是太难受了，就想想你爸，想想你媳妇儿，再怎么样你都要挺住。季山，全叔问你件事儿，你现在清醒吗？我抓你那天，是不是有人找你要去七线高速抢劫？我没去。没去啊。是谁呀？你认识吗？他们几个人？我求求你们，再给我洗点，再给我洗点，我求求你们，再给我洗点，给我洗点啊！我杀你！我要亲手剁了你！谁也别动我！杀你！闭嘴！亲手杀你！闭嘴！亲手剁了你！大小医院和卫生所都查过了，
没人看枪声。嗯，有人反映啊，昨天他们在东乡村聚在一起，在大排档吃午饭。冯海，你组织几个人去查一下。行，放心吧。老于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大领导坐。你好，你好，坐坐坐，上坐坐坐坐。在研究什么案子呢？啊，西线高速抢劫案。哦，那正好。昨天我从省公安厅开会回来，听领导要求我们把这个案件要作为重特大案件的立案侦破，所以我们呢要调集精干力量，抓紧时间，尽快破案。这个案子呢有难度，牙城这个地方啊，是我们海南重要的反季节挂菜基地，西线高速公路呢，是这些挂菜运输的绿色通道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我们三亚老百姓的生命线。最近不断发生车匪落榜案件，啊，挂菜运不出去，老百姓蒙受经济损失，还搞得人心惶惶。还有，牙城紧邻三亚湾。有很多旅游景点、度假村都在这一块，就在这个附近不断发生车匪落榜案件，这不但给三亚，也给整个海南造成了恶劣影响。所以啊，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公安厅高度重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尽快破案。老于啊，你给个话。月底前破案。好。啊，兄兄弟啊，我大眼花以前就是烂仔一个，整日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呀。全哥抓了我三次，有两次我挖地道跑了，又被他抓了回来。我打心里佩服他呀。要不然我今天能当上治保主任？哼，现在还在蹲大狱呢。又扯老黄历啊！那我给你办好了。哎哎，以后这种事儿按章程办，下不为例啊！全哥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！来来来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少喝点了，我当班呢。哎呀，全哥，你的酒量我不知道吗？不碍事的。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先跟你说点正事。这先放心，先放心。你把你们村吸毒仔的情况跟我说一下，你把他们名字都给我写下来。没问题啊，来，全哥，干了这杯，我就给你起名单呢。哎，我们现在工作时间不能喝酒，你知道全哥的酒量吗？不喝酒找我阿华干什么？喝酒有名单，不喝酒就没名单了。阿雄，陪阿华哥喝一杯。于队，我今天放你假，不用上班，喝吧。好了。来，阿雄，我心甘为敬。爽不快？拿纸和笔来，我跟你们写名单了。那守卫，我来之前听了您不少故事，说您是神探传奇，我算是知道您这神探是怎么来的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泥腿子刑警，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。你要真把我放到北京、上海那种大城市，我还真就破不了案，水土不服。这里没事，滚开！你们几个，乖乖的把芒果给他捡起来，跟他道歉。捡芒果，好啊！
没事吧？因为什么呢？这是。全叔，我家穷，爹妈死得早，就剩这么一个船屋了。这帮痞子老欺负我，非逼我把船屋卖掉，不能卖呀，全叔。阿伟，你总卖芒果不是个长久之计啊。我想办法。 在洛基村给你租块地，到时候你去种蔬菜，那儿的质保主任还能保护你。真的吗，全叔？来，起来，阿伟，起来。来来来，菜来了。 你先吃，哎，慢点吃啊，还有鱼呢。快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买的？女儿买的。哼，还是猪丫头了解我，知道她爸最需要什么。不睡了？大周末的，她早点回来陪陪。哎，我明天早晨。 给他做他最爱吃的海陆空三鲜汤粉。你没忘了，我跟你说过，今年他毕业分配竞争特别激烈吧？嗨，挑战与机遇并存，越激烈越好。少说风凉话，你到底帮不帮？我告诉你，于小雷同学很优秀，用不上我帮。哎，你也别跟着瞎掺和啊。 那些走后门的都是能力差的。是，你呀是从来不给自己家里人走后门，净在外边给人当亲爹去了。你要是不管这事儿，我可自己去找你们局长了啊！敢？你敢去，我关你禁闭！哎哎哎哎！美味青海豚，等着！等着！等着！哎，青海豚啊，那有毒啊！ 没错，那是一般人不会做，这个可是鱼队的拿手好菜，人间美味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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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吧。我大地挡御我成长，狂风暴雨更使我坚强。是我属于人民，把我们赶出了大海，在前进的大道上，我愿在前进的激浪中献出我的一生，战斗。 1979年9月9日，你吵醒你爷爷。这个呀，可是你爸爸工作的第一天写的。这诗真的是你写的？酷！别跟人瞎起哄，再起哄不跟你们青海豚了。大猪八，你说改天我把这么好的诗发到网上去，没准能兴起特别流行的鱼体诗。 就是你挑的头，你给我施下去！哎呀，施下去，施下去！我施点啊！这叫这么大一桌，我可饿了，我要吃鱼。哎呀，糊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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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糊
大儿子，你就是我们老普家的大恩人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哎，普大哥，这儿有一份吸毒者的名单，你看看有没有认识的。这个马杰不知道是不是重名，我倒知道有个人叫马杰，这个人呢经常来我们村儿，吸不吸毒不清楚。他什么来历？前几年呢有个内地人到村里来收老花梨木，一开始呢是高价买，到后来听说用金子换，最厉害的时候花老乡是排着队拿花梨木换金子，最后怎么样？
是个骗局。金子是假的。这个阿杰呢，有点见识。他出头给老乡挽回了不少损失，后来大家都管他叫杰哥。那能不能搞到他的照片？照片？就是他。他明天还来吗？会来。太好了，阿伟，这次你立了大功啊。嗯，全叔，您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这点事儿不算什么。哈哈，对了，青瓜苗我已经给你买好了。洛基村的治保主任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给您弄了一块地，明天我就带你去啊。怎么了，阿伟？好好的哭什么呀？我就是个孤儿，所有人都欺负我，只有您一直照顾我。您的这份大恩大德，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傻孩子，你把日子过好了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哥们儿，记住，你看，别动。回头，把手放桌上，快点儿。叫什么名字？马杰。就是你，跟我们走。哎呀，折了，哎呀，折了！你能跑过我？哎呀！把枪收起来，后面的车注意，你们先别下车，看管好嫌疑人。后车明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杰哥犯了什么罪？凭什么乱抓人？放人！大家听我说，我是三亚刑警队的于玉泉。全叔，杰哥是好人，你们可不能乱杀人啊！对啊，不能乱杀人，不能乱杀人吧？放人！听我说，车上这三个人涉嫌抢劫，我们必须带回去调查。警察不会乱抓人，希望大家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杰哥就是好人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我走！看见了吗？警察打人了吗？警察想开枪了吗？放人！不答应！大家都把家伙放下，
我们为什么抓他们？因为他们涉嫌抢劫，故意伤人，犯的是重罪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崖城是瓜果蔬菜生产基地，全海南岛的蔬菜全靠我们供应。现在西线高速上发生抢劫案，有多少货物被抢，有多少人被杀？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亲朋好友受害吗？这些车匪路霸毫无人性，不但抢货，而且伤人，甚至有的人被砍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吸毒仔。大家说，我们能让这样的人胡作非为吗？你少说这些大道理，你说这些谁都懂，你说那些，哎，跟杰哥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来抓人？是不是要放人？杰哥是不是好人？放人，放人，哎，放人的，放人。兄弟，如果我抓错了人，我会回来当面向大家请罪。受伤了？在哪儿受的伤？管得着吗？枪伤对吗？警察来抓人了啊！警察来抓人了！乡亲们救我呀！警察来抓人了！警察来抓人了！啊！警察来抓人了！马杰啊，看你的性格，不像是湖南人。我不是湖南人。哦，搞错了，你老家是文昌的。哎，文昌有个什么佛塔，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？文昌没有佛塔呀。是吗？那上周三，也就是10月17号，你在保亭跟谁在一起，在干什么？我没去过吧？你在崖城跟黑子在一起。我没有。他中枪的时候，你扔的烟罐，我没有，烟罐上有你的指纹。我不知道。你把抢来的钱都买了毒品。我没抢过钱。你吸毒几年了？我从来就不吸毒。花梨木，马杰啊。你在海南做花梨木生意赚了不少钱，原本你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，可是你不满足，你就组织了一批地痞流氓在西线高速抢劫过往的菜农。我没有。我说错了吗？我没有。你把挣的钱都赔光了，为什么？你心里毒。自打3年前你开始吸毒，你不光赔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你的毒瘾，你不得不继续犯罪。
我没有办法，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，谁逼你？你都没有办法。 西县高速抢劫嫌疑犯名单。哎呀，不愧是科班出身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叫审讯心理学。心理学？快说说。我先拿个摄像机啊，摆在他前面，让他感觉到不适和不敢说错话。这审讯啊，最难的就是开头，只要嫌犯肯开口说话。 不管他说什么，我就能从细节判断出他哪句话说的是真话，哪句话在撒谎。这么深呢？八九不离十吧。这里边新闻可深了，哪天我再跟您单聊啊。哎，这臭小子！ 西县高速公路的抢劫案告破，局党委研究了，准备给你们记功了。局长，西县高速的案是破了，可是给马杰提供毒品的犯罪团伙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哎，那个马杰不是供出来一个叫强哥的毒老大吗？啊，是这样。这个马杰跟强哥是单线联系，咱们抓了马杰，强哥就消失了。这个强哥抓不住。 我心里真不踏实。哦，老于啊，不着急，这个饭呢，咱们得一口一口吃，这案件呢，咱们一件件办。这几天我看你脸色很不好，你注意休息两天吧。啊，行，我找个时间，我就休息。局长，您给签个字。哦。余叔，恭喜啊，以后小磊就是我们的同事了。对。什么意思啊？ 哦，对，老于，过了年以后，小磊啊就到户籍科上班了。他进户籍科？对呀，户籍科现在急缺人手，小磊呢在警校的成绩也不错。局长，是不是阿珍找你走后门了？这走什么后门啊？阿珍是找过我，但这个事儿啊是局党委研究决定的，跟阿珍没关系。另外啊，小磊的情况也不错。 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刑警队，都在一线干着，功劳苦劳，大家永不共睹，所以这事儿啊是合情合理的。局长，刑警队一线的工作是我自己选的，我也不想拿我那点功劳苦劳换取什么。我支持磊磊进市局，但是得凭他自己努力，我不需要照顾。哎，老于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局长，阿珍跟您说的那些话，作废。 哎，老于，老于，你太过分了，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愿意唠叨就唠叨几句，你咋那么大声啊？是吧？你当了三十年警察，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多少事啊？今天给这个当大哥，明天给那个做干爹。我生孩子住院，你不能回来；发生了几个月的病，住了几个月的医院，你回来过几次？ 我弟开个汽车修理厂，本想你能照顾照顾他生意，可你倒好，成天在那儿赊账不说，还到处请别人的客，害得他倒赔了不少本儿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就算这些老黄历都过去了，我不提了，可你也不能变本加厉呀。孩子从念幼儿园到小学，你什么时候操过心？这次毕业。
想分回三亚，还不是想照顾照顾我们和他爷爷吗？我去找你们局长，我进门刚提个头，他立马就同意了，说这事儿本来他就该管，还说这些年对你照顾不够，关心不够，可你倒好，生生把这事儿给推回去了，你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过什么分？这事儿怪你。小磊本来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光明正大的进市局，好，你跟着掺和，把一个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。我是他妈，我能不管吗？雷雷，雷雷，还未接通这个事儿，就发气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啊？有意见直说。是。这就对了，痛痛快快的。怎么着？我不让你妈为你走后门，不对啊？我16岁以后就没再向您要求过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，要独立，这不挺好吗？可是现在明明是毕业分配最关键的时候，别人的家长早就替孩子忙活着，您不愿帮忙就算了，我妈愿意帮忙，您还拦着，大义灭亲啊，就有点过了吧？大义灭亲，这哪儿学的词儿啊？大义灭亲，我不是背后说你妈坏话，她对你啊那是溺爱，爸爸是厚爱，力度不一样。雷雷，爸爸告诉你点人生经验吧。我以前呢当过工人，后来考上了警察。当时你爷爷就告诉我，要做个好公安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当我的人生需要选择的时候，我就选择那难的，我不选容易的。为什么呀？是，那容易的你可能会偷点懒，好像占点便宜似的，可是以后的路你会越走越窄。难的呢，开始不容易，沟沟坎坎的，可是只要你坚持住，你就一定能成功。雷雷，你从小就自立，也有上进心，这点特别像爸爸。明年开春啊，咱们市局有一次公开向社会招干的考试，到时候爸爸亲自送你进考场。我女儿警校高材生，我就不信考不上。告诉你点爸爸的私心，爸爸支持你进市局，但是咱们得光明正大的进，你走后门进，每天都灰溜溜的，你考进去每天上班挺胸抬头的，让别人一看都说，你看这小鱼跟他爹老鱼一样棒。您快行了吧，吹起来就没个完。现在小鱼宣布原谅老鱼了。老鱼宣布谢谢小鱼原谅。妈，猪丫头。马杰，普济山在你这买过毒品吗？买过，就两回，老早以前的事了。他在强哥那儿买的多。好，我现在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。普济山从戒毒所跑了，他肯定想尽快获得毒品。他不知道你已经被抓了，所以他有可能联系你。那。他要是联系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就说你手里有货，让他来拿。懂了。喂。Thank you.
杰哥，杰哥，是我叫他让你来的。你能从戒毒所逃走，纯属意外。跟我回去，别过来！你们都是骗子，是你骗了我。当初我问你有没有决心戒毒，你怎么说的？当初说什么？现在都不管用了。你说你在家自己慢慢戒，我信了你，给了你时间。不行，这我才把你送到强制戒毒所的，那里有医生有药物，你倒是戒呀。又不行，说到底你就是不想戒。不是，我想戒，可我戒不了。戒毒就要拿出决心和毅力来。别过来，别逼我捅你。对，你是说过要捅我，捅我全家。来吧，别过来，再往前一步咱俩都完蛋。楚金山，我要是想抓你，你有机会套刀子吗？我还告诉你，我是警察，你敢给我挥刀子，我可以一枪崩了你。可我今天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的，我是你叔季山。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马杰也交代了，你们都是毒品的受害者。是强哥那帮毒贩子害了你们。谁都知道，戒毒是个难事儿，不脱几层皮，死那么几回，这事儿办不成。我知道，我爹恨我吸毒，打我不知打了多少棍子，可我真戒不了。山叔，你干脆一枪崩了我算了，夫人都嫌弃我，害我，我真他妈不想活了。你把你们家几代人攒下来的家业都抽光了，怎么着？你爸打你几下，骂你几下不行啊？他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他要是想放弃你，让你自生自灭，他能跪下来求我帮你吗？我不活了，让我死，我不活，金山不活了。劝住我。根据普济山和马杰提供的线索，这个长期隐藏在海南岛南部的贩毒团伙，是以牙城为中心进行贩毒活动，成员大概十个人，他们的头目叫强哥，也就是他。擒贼先擒王，抓住他是破获这起毒品案的关键。但是这个强哥很狡猾，行踪不定，所以我们要在他经常出没的几个地点设伏，大家要做好长期蹲守的准备。阿琼，你有什么要补充？根据我了解的情况，这个阿强虽然是个亡命徒，但他是个大孝子，他有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就住在牙城附近的山上。这个线索很重要，加强对他母亲住所的监视。是。你伤得怎么样？小意思，没事儿。抓了一个，跟我们估计的差不多。他果然来看他的母亲，可惜没抓住他。那家伙带着枪呢，反枪。好在没出大事儿啊。他往山上跑了？对，没事儿。我小时候就在这山上玩，那山上边
一边是绝壁，一边是大河，他根本跑不出去。那我们搜山吧，请特警和武警来协助我们。啊，代价太大了，贸然进去也危险。咱们就在山口蹲守。你快去洗个澡啊！你这当刑警的哪有时间总洗澡啊？你真是。阿全。啊，阿爸。阿全。阿爸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当公安时候第一天的事情吗？记得。那天我第一次穿上雪白的公安制服，您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当公安就要当一个好的公安。”对，阿爸，这29年里，儿子对得起这句话。于队，您怎么对山里情况这么了解啊？专门练过野外极限生存吧？啊？我可没练过什么极限生存。我啊，是山里的孩子，不像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玩具，所以啊，就只能在这山里玩，就学会了很多。比如说啊，什么果能吃，什么花有毒，怎么逮野鸡，怎么防蚊虫叮咬。哟，那您可得多教教我。行。哎，于队，那个是什么呀？啊，木棉树，又叫英雄树。英雄树，那它开的花叫英雄花喽。聪明啊！这木棉树啊，确实跟其他树不一样，它属于速生强阳性树种。你看，它长得总是比它周围的树要高，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阳光雨露。木棉树开花的时候啊，火红火红的，所以啊，大家也叫它英雄树。英雄树一到春天，一片树叶也不长，树上开满了花朵，可漂亮了。哎，就连那花朵落地的时候，都很有豪气，它保持着原状，旋转着，啪，掉到地上，不褪色，不腐烂。就连告别尘世都那么英雄。阿爸，阿爸，真想抽口烟呢。你抽吧，我给你挡着点。别别别。不能因小失大，人家普济山戒毒都有决心，我人口烟就不行。嗯，觉悟真高。刮骨，算是吧。于队，跟您汇报一下思想情况。到时再来说，别虚不报。我刚开始啊，挺瞧不上您办案风格。我知道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就仨字儿：野、土，还有混。有你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我不是夸，也不是批，是实事求是。我刚开始啊，特别不适应，甚至都有些逆反了。可后来我发现，您这套方法确实能提高办案效率，挺神的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就是这片地里挖出的萝卜，想让我洋气也没门儿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一个泥腿子刑警，扎根群众，依靠老乡和老百姓换心，是我从警30年的经验。于队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收我做徒弟吧。我不一直都是你师傅吗？说正经的，我那些土办法虽然有的时候很好使，但是毕竟是野路子。你是科班出身，智商高，懂高科技，
现在又是网络时代，所以我从心里觉得，你们才是三亚警察未来的希望。喂，阿珍呐。爸怎么了？喂，听见了吗？爸住院了。阿珍，阿爸现在什么情况啊？阿全，你要是不回，就……喂，阿珍，阿珍，怎么样，于队？不行，你回去吧，这有我们仨呢。于队，这鸟儿太能熬了，今天都第八天了。他肯定也到极限了，咱们坚持住，我就不信他不下来。于队，家里的事儿不能不管，您还是回去看看吧。这个时候要出现什么差错，咱们这几天的辛苦就白费了。这有我们仨呢，您回去吧，实在不放心。您再派几个人过来。没事，我走的时候，我爸还好好的呢，他呀，可能是哮喘犯了。一队，您回去吧。别说了，去给我死死盯紧了。阿爸，我这次回来。一定陪您去三亚湾。答应过陪你来三亚湾，一直也没来。今天我们阿珍还有蕾蕾陪您一起来了，
阿全是去抓坏人去了，缴获了4000多克毒品，您不是让他做个好警察？你就原谅爸爸吧。爷爷，你听到了吗？机会给你了，能不能把握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你心里清楚，贩毒是重罪，所以你要争取立功宽。你为你70、80岁的老母亲想过吗？她能经受住这种打击吗？我说，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腿的，真正的老大叫黎叔，是个越南人。全，季山的命啊，是你给的，我们老普家老老少少、祖祖辈辈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！说中了，说中了。全叔，你捶我一顿吧，我这心里堵得慌。起来！不，我对不住你，你不打我不起来了，你还得打。好，你小子啊，你阿爸打你几条棍子都打断了，我这手刚好，你就让我打你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全叔傻呀？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喝着啊！今后有人打架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相貌，都快成废人了，也没什么人愿意用我。啊，机场那边啊，有个土建工厂，我帮你找找人。你还干活，老板怎么样？行，太没问题了，谢谢全叔。哎。越南过了一个毒枭，叫黎叔，你听说过吗？黎叔？没有，没听说过。阿全，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喝口水。怎么总是喘不上气来呢？去医院看看吧，你的样子好可怕，我求你了，抽空去趟医院好吗？心尖区疼痛，胸闷气短，还伴有地热，这些症状都与心脏病有关。那这种病最严重的情况是心肌梗塞，很危险的。阿伟啊，全叔，你快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这儿有两个人和贩毒有关。你在哪儿呢？红太阳酒楼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Thank you.
饭了啊。雷雷没在家。安叔早该回来了，我打过电话，他关机了。谁的电话？不是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屋里有你一个包裹，快递公司送来的。包裹？啊。像是在船上，对，是在船上，请海上巡逻队帮忙。天元哥，你这个生意怎么样啊？兄弟，看着眼熟啊！不会吧？上次大家嗨得那么爽，解毒所的日子不好过吧？有事吗？越南来了批新货，想要试一试。对不起，借我。哎，这货真的是很正点啊！算了。越南过了一个毒枭。叫黎叔，你就是。哎，等等！啊，好，坐坐坐。李叔，幸会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于玉泉的，你认识吗？啊，认识，就是他把我弄进戒毒所的。哦，是个狠角色。我有两个兄弟都折在他手里，你都认识的，阿杰，还有阿强。哎，我是真想和他交个朋友啊。你觉得他会看吗？我最近弄了点高档货，像这种高纯度的货色可是很难搞到的。兄弟，要不要先试试？
喂，全叔，越南人见着了，林叔在四号码头。他们在四号码头。渔船的人注意了，我们是码头派出所，请准备好你们的手续还有证件，我们要例行检查。渔船上的人注意了，我们是码头派出所。原地待命，你一个人行吗？以我的枪声为号。把我女儿放了，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见面了。我李某是诚心想和你交朋友。海南不大，三亚也不大，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相处呢？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，咱俩尿不到一个壶里。哎，陈哥，这回算我栽了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你能让我全身而退，我一定把女儿还给你。我不跟你讨价还价，投降吧。那好吧。够了。
天赋我大地，党育我成长，狂风暴雨使我更坚强。生命属于人民，把它铺在共产主义大道上。我愿在前进的激浪中献出我的一生，战斗吧！余玉泉，1974年9月9日。Thank you.